决定了啦，我以后就跟我儿子靠抓蟑螂为生啦，你们谁家有蟑螂告诉我，马上过去抓，公开价格，合理收费，记得给五星好评啦，感谢你的捧场，再见。刚刚开抽屉的时候发现是嘎抓，还在犹豫要不要抓他的时候，他就给我跑掉了。嘿，对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又跑掉。盒子啊，我自己可以抓，你不用帮我，谢谢。看看他那王者的步伐，就让他咬到。有机可乘，动作要快很准，最好是趁着喵还是香的时候，不然鱿鱼就会败北。再见。正常的猫咪。